位置 Q 是您投注的任意两匹马跑入比赛前三名时的投注单。这场比赛中有三组投注组合赢得了比赛。如果两匹马同时获得第三名，这两匹马的组合不能算在获胜的投注组合内。这是在大井赛马场第八场比赛中以100日元买五号马和11号马位置 Q 的例子。下面以这张投注单为例进行介绍。标记赛场名称大井和比赛场次。在识别几种类中标记位置 Q。在第一匹栏中标记5。在第二匹栏中标记11。投注100日元时，标记金额1，标记单位100日元。至此填写完毕。赢得投注时的奖金金额如图中所示，这边全部是投注100日元时的奖金金额。位置 Q 的奖金金额在这边。